老公不准太性感，冻龄女神钟丽缇想用西瓜拍全裸海报。不少清代书少男时的梦中情人，也是影迷心目中最美美人鱼的港星钟丽缇，30日为代言健康饮品再次来台。47岁的她身材依旧呛辣，被问到当年曾全裸只靠苹果遮住重点部位拍摄海报，如今可愿意再试？女神大笑表示，如果改用西瓜遮掩3点，或许会考虑。为了拍摄代言的保健食品广告，专程来台5天的钟丽缇，冻龄功力十分惊人，与当年电影中的阿丽几乎没什么变化。非常注重养生的她，平常不吃生冷，不喝酒，也不碰咖啡因，但这次来台却指定要珍珠奶茶与炸鸡排，虽然只是浅尝过瘾，就已令她兴奋之呼到天堂了。她之前还戒糖2个月，直到旅游才破戒。被问到如此姣好身材可有机会再拍全裸海报，钟丽缇笑到停不下来，表示要先问老公，因为她观念比较传统，不希望老婆过于性感，如果真的要拍，不要用苹果遮点，西瓜可以吗？这样遮的比较多。